灿星制作打造的原创专业音乐节目，第二季《中国新歌声》崭新回归，周杰伦、陈奕迅、那英、刘欢，四位在乐坛内举足轻重的导师，以音乐的名义而战，疯狂抢人，连放大招。你是第一个真的打着我的人，谢谢老天爷安排今天有遇到你。我心目当中真的就是100分，让你下次唱歌是在我演唱会上。笑音明白，出奇制胜，那直接下去抢吗？如果你爱我，新赛制引进循环大屠杀，团灭危机随时降临，共同的承担我们选择这首歌的责任。怀疑我自己能力。四大战队征战音乐沙场，呈现最真实动人的歌声。中国新歌声第二季，周一晚上9:30，星空卫视。